不知昼夜或凌晨，不知力情往哪送运，只需要获得信金，夜夜没有疑问。不管大道或平民，不管有否犯上恶行，只需听信及声音，从不过问。昨天一种米能养百样人，花园里百花齐。今天米以千亿计，却剩一种人如车船公仔。为了生计，谁管你最后变得虚伪？但打破规例有问题。不可质疑教科书失真，只需根既有方针，做人按守本分，懒理原因。昨天一种米能养百样人，花园里百花齐。今天米以千亿计，却剩一种人如车船公仔。为了生计，谁管你最后变得虚伪？若打破规例有问题。无理指令无问题，白与黑颠倒无问题，为了生活无问题。